你好，您好，我是瑞玛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？瑞玛，我在。帮助我一下。您好，我是瑞玛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？瑞玛，我在。请你帮我一下。您好，我是瑞玛，请问没事，这个到时候他会切掉的。瑞玛，我在，请你帮助我。瑞玛，我在，今天是星期几啊？2017年5月25日，星期四。瑞玛，我在。报告用英文怎么说？Report。瑞玛，我在。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传人工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诞生的机器人，我叫做瑞玛，我会说中文和英文，我能帮助你查找各种资料，能陪你聊天，帮你算尖锐的运势，能帮你订咖啡。总之，我的智能超乎你的想象。瑞玛，我在，帮我拿一下衣服吧。就是今天或者明天拿衣服，你拿衣服了吗？行，他去拿衣服。瑞玛，我在，可以回去了。我现在就回家。瑞玛，我在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瑞玛，我在。可以放松一下。